完毕，先驱先信到阿尔法基地端口开启，先领者请确认穿梭授权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新领者，我是专属于你的指引心灵，我会一直陪伴着你。现在让我们完成踏入新区前的热身训练吧。跳跃可以帮助你抵达更高的目标位置，由于能量武器在新区中几乎失效，请选择你喜欢的武器布局。开火，消灭这个机器人。打开瞄准镜，可以让你更精确地瞄准目标。接下来是狙击射击训练，长按射击键，开启左手扳指释放，进行开火，非常棒。最后是技能训练，点击按钮直接释放技能，点击按钮直接释放技能，点击技能进入释放状态，瞄准目标区域，然后释放技能。快捷释放能让你更快地释放技能，取得战斗先机。按住技能按钮，拖拽到目标区域释放，即可完成快捷释放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尝试一下吧。长按瞄准目标区域，然后释放技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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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消灭敌人，开启终极技能充能。了不起，新能者，让我们向着新区迈进吧。胜利！我将火力全开！为了更好地进行指引工作，请输入你的资料，完成对我的完全激活。信息已载入。深度链接建立中，激活成功。我听到了深海的呼唤。为了提升你的射击能力，接下来是团队竞技训练。热身阶段，团队竞技中你可以使用任意全队率先击败一定数。战斗前，这里可以进行枪械类型的选择。让我们先试试这把武器。接下来，和你的队友一起赢得战斗的胜利吧！战斗开始。
分领先，决胜时刻。剩余五人，胜利！全场最佳！我已经触摸到了真相。恭喜完成团队竞技训练，新的援护英雄纳米医疗仿生体米娅为您服务。在新区中提升新能者等级，不仅可以解锁更多玩法模式，还可以领取封号的奖励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并肩作战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通过星币或星石解锁。雷霆，不可阻挡。规则，才是对自由最大的捍卫。完成训练，星核爆破分为进攻与防守两个阵营，进攻阵营需要部署并激活星核，而防守阵营则需要阻止。星核爆破它分为进攻和防守两个阵营，双方围绕星区部署点 A 和 B 展开对抗，进攻方需携带星核进攻星区部署点 A 或者 B， 防守方需要防守星区部署点 A 或者 B。 战斗开始之前，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合适的枪械。进攻阵营在行动之前，跟随地面指引前往星区部署点。前面就是部署区域，趁着没有敌人，赶快部署星核吧。星核已部署。星核部署成功后，需要阻止敌人回收星核。接下来，请守护星核，直到它被激活。核即将激活，它会湮灭范围内的一切生命，快根据地面指引逃到安全区域。意料之中的胜利，哼！星核成功激活后，进攻方无论是否有人存活，均会赢得本回合的胜利。半场时会进行进攻，你当前属于防守阵营，阵营目标阻止前往星区部署点，阻止进攻方部署星核。星核已部署。糟糕，进攻方攻击，进攻方敌人已被击败，快去回收星核吧。完成，你已经集齐了盛典，获得了本场演练战斗的最终胜利。胜利。